他就是你说的秘书。齐家宝，你不要立网上那些胡说八道的爆料啦，事情才不是这样的。我看这个爆料速度比较像是有人在刻意操作。你知道自己做错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犯的。只要我把孔令人弄到手，以后我就是孔世英了。打的就是你。觉得你跟这位先生到底？我是你。TVBS 四十二台北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好剧的对策冠名播出。